一直支持我们的这些朋友，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吗？你在吗？后面被倒置的十字架跟你有没有关系？能现身让我看看吗？对，要出来喝酒吗？我操！操！谁？有没有人？走一走！干你个鸡巴！行啊！来，今天做一个9.9万的 Q&A。9.9万，因为我怕我们看不到10万哦。你他妈的，你有志气一点。现在9.9万了、啊，九点八，9.8，要灌一千。今天就也都不开场了啊、哦。嗯嗯。那今天我们频道算是达到小小的一个里程碑、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感谢的人？感谢的人，嗯。有第一个要讲要感谢的人跟对象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我会觉得是豪哥。那在我们204档案在草创时期的时候，是豪哥跟着我们这样子冒险犯难，对不对？他一边要顾着他的家庭小朋友，那一边要跟着我们，尤其都是在半夜啊去做探险、去做记录的动作。他隔天就是还要上班的，嗯，对啊。所以这一点，我会觉得我会特别感谢豪哥，嗯，对，因为这种事情说实在的赚不到钱啊，这纯粹就是兴趣跟热忱，哦，那只是说他现在真的是家庭跟记录工作这方面分身乏术。那有很多人在问说豪哥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相信豪哥哪天他这个在时间上有比较充裕的时候，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去做探险啦、啊。我们一定会保留一个位置给他的。来，第二个，嗯，第二个的话，我会，这要说到这个204频道刚创立的时候，没人看，没人看。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身边也不乏很多本身在经营 YouTube 的朋友，还有而且是有流量的哦，还有艺人。哦，对对对，还有艺人。干，你要讲那么明吗？那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那可能我们在探索、在记录的这个领域是比较让人家忌讳的啦。那这个草创时期，我们频道一开始还没有人看的时候，就这个巨子啊、大师兄啊，哦，只有他就是没有计较任何代价，去帮我们把204频道他我们所记录的内容跟这个特色去推广，让很多观众朋友知道。这一点我是觉得是要特别感谢他的。他是第一时间知道我们要上片，不啰嗦，马上就是来王子过来，我帮你们。对啦，朋友跟朋友往来就是不啰嗦。对，不啰嗦。好，你做什么你家的事，我做什么我家的事吧。对啊，可是有需要相挺的时候，大家就义不容辞。虽然他平常讲话靠北了一点，嗯，然后不喜欢人家问他问题，嗯嗯，可是他懒得回啊，还是回答不出来，回答不出来。欸，那我们现在录这段到底是要谢谢他，还是要找他麻烦？都来啊，拢来啊。然后呢，第三个、嗯、让我讲好了。嗯，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影片的时候，嗯、我想说，干你娘，这是骗子。嗯，怎么可能？结果我们去探险的时候，我操，真的让我们录到了。嗯，那这个人就是马来西亚，啊、哦，马来西亚鬼王，鬼王，嗯，黄陀，嗯，他的频道你们也可以去订阅一下，算是我们204档案的启蒙老师。嗯，可以这么讲吧。虽然当初我当他是骗子，对对对对，啊，还有一个要感谢的哈，嗯，这个我都叫他是细鹤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啊，嗯，细鹤企业就是住美国，怪怪细鹤，
就是驻美国的一位前辈，前辈，老前辈、嗯。那我们要谢谢他啦，因为很多国外的那些专业的东西，我们基本上语言程度可能没那么好，嗯、他要去帮我们做找寻设备的动作。哦哦哦、那这期间也会私人的赞助我们一些其他的。他觉得不错用的道具，嗯、然后转很热心的从美国帮我们寄过来，是一个非常热血的同好。是啊，对不对？有机会去美国、嗯，我们也是要请他带我们去一些厉害的地方看看。对对对对。啊，所以观众朋友都不用感谢就对了。哦，要哦，哦不要那么自私，等下退光，我们丢上去的时候剩2000。不是，你不要那么急，我不要把观众朋友留在最后面嘛。你老是要挖洞给我跳，你怎么自己去跳一跳？最主要要感谢的是你他妈不感谢，等一下真的剩2000，我不会骗你、啊，不是10万怎么变2000？一直以来，你等一下你不要插话，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实在的，不管说这个东西我们再有兴趣、再有热忱，没有这些观众朋友的支持，可能也撑不到现在。对 ，Nice， 204的纪录片实在太精彩了。嗯，你们可以把每集延长到1小时。嗯。然后每个礼拜最少2集嘛。嗯，我倒，没办法，真没办法。你不要说马哥说没办法，就算是我，我也觉得没办法。想知道 EVP 每次是否只可以接收简单的句子及有限语言？这个哈、哦，以我个人的观感跟观点来讲，我觉得从古至今啊，没有人可以拿出很直接的证据说。它确实有跟灵体有做长久性或者是什么样的对话，那所以我相信以这个来讲，我们去做一个假设，我认为这个灵界的朋友或异界的朋友要跟我们沟通是有一定的门槛跟难度的，能量对不对？对，那不然我们今天不需要拿灵魂盒子或其他仪器去做测试嘛，或做记录嘛，在有一定的难度跟门槛的状况下，你说他们要好像像我们聊天这样子，可以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我相信有一定的难度。遇到灵异事件发生时，心里是什么感觉？比如说心里的感受来讲的话，老实讲啊，其实也不是要去强化我们的人设还是什么。如果说是真的碰到类似灵异的状况来讲的话，我相信马哥跟我应该是一样的，有素材了，对对对，有素材了，对不对？然后兴奋应该会大于惊恐很多。嗯，请问你们两个出外景的时候，嗯、一共会骂多少次的干？嗯，这个问题哈、哦，等于就像是你问我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是一样意思。通常不会只骂一个字啊，通常也不会只骂一次。对对对，我的部分说剪掉了啦。啊，对。如果全世界开放了，你们第一个想去的探险国家是哪里？全世界啊？嗯，就是疫情过后啦，世界回归正常之后，俄罗斯吧。人家说战斗民族那边的灵界朋友好像特别凶。嗯。对，我真的是想要去挑战看看，去了解一下到底是凶到什么程度。泰国也不错。对，相较之于我们台湾的，就以我们记录到来讲话，好像台湾的灵界朋友感觉相对于其他国家好像比较温和一些。嗯。哦、除了骂脏话以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太逾矩的行为啊、嗯、什么的，对吧？嗯。十四和小马哥有打算招募团员吗？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我们两个人去做现阶段这样子的测试跟记录，我觉得堪用了，所以目前也没有考虑说要再去招募团员，因为我觉得很多是这个配合上的问题。我们有时候说走就走啊，对啊，对不对？说走就走。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上一次不要脸 Q&A 有提到了安全的顾虑跟考量。请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毕业？毕业是指停更是吗？停更应该指的是什么时候拍到鬼吧？应该也不会真正的毕业啦。所以有打算，如果真的哪天针对灵魂灵界这个东西拍到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时候，我们就改拍外星人。可以不要拍外星人吗？那个更累，难度更高。很多出去探险的都有中邪之类的状况，请问你们有遇过吗？有时候跟灵体这样呛，不怕他们对自己做什么事吗？
还是其实是因为你们带了佛牌的关系？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嗯，可是我还是要宣导一句，我跟马哥常常在讲的，就是我们没有碰到的问题或是状况，并不代表它不存在。那你说要再更进一步讲话，我们身上带的我们自己本身的宗教信仰，跟我们身上带的佛牌，也搞不好也会有影响。我是觉得一直强调说我们带佛牌，所以鬼不敢靠近我们的哦，嗯，是不是林正英的鬼片看太多了？哦，其实讲到这个，其实所谓的带佛牌哈，真正有了解到一定程度，就知道说，佛牌不是你带在身上，只要有鬼魂靠近你，他妈就会消魂飞魄散。以前鬼片不都这样演？哦，对对对对对。佛牌就更讲究，其实我们就大方向讲，更讲究的是维持你自身的一个磁场，对不对？对啊，保护自己的安全啊。这个有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你们就是因为带了佛牌，所以才拍不到鬼，拍不到鬼哦。这样说也有这样可能性。我们如果都要以客观来讲的话，也有这样可能性。可是有人会讲说，你们要探险，要拍鬼，还带佛牌，这不是很矛盾吗？我跟你讲，一点都不矛盾。觉得这个问题矛盾的思路跟逻辑才不正确。为什么？你看。这个消防队的弟兄，他们今天知道去打火，你不穿消防装备吗？你听不听懂我意思？我们今天也一定要在维持一定的安全状况下，我们才有可能拍得到东西嘛。不然你一进去刚关卡刚开，你就挂在门口了，拍个屁啊！我可以理解很多朋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或会有这样矛盾的逻辑。可问题是，其实你真的是要去讲的话，你就好比说我开车，我不要系安全带。对吧？开车一定有风险，我不要系安全带，这个道理通吗？应该是说系了安全带，撞车就没事吗？哎，不见得哦。对，不见得嘛。可是问题是你一定要做的、一定要有的安全措施，该要有吧？讲到这个，我要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啊，是我亲身的例子啊。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跟豪哥呢，我们两个，跑去是一个火灾的现场，曾经烧死过九个人，曾经发生火灾公安意外。对，我们一上去，因为你也知道我常常喜欢玩全案的模式，那其实那是一个很安全的场地哦，就是因为自己的不小心也好，或者是说他们也讲可能有鬼遮掩，不管是什么情况，在当下我是从四楼摔到三楼，那四楼摔到三楼好像没什么，对不对？可是我当时我的伤是全面肋骨全碎，后面断六根，肺塌掉，肝破裂，左脚膝盖韧带剥离，当下豪哥看到我的时候，他吓到，因为我整个人是挂在楼梯上面，楼梯那个扶手，那当下我如果没有带佛牌的话，我只要再往前或往后，我可能就掉下去了，我们带佛牌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生命的安全而已。如果没有掉在那个上面的话，再往下可能就到一楼啊，直接到一楼。那有时候我们带佛牌其实就是怕这个情况，绝对不是说怕鬼上身啊，以防万一啦。简单的讲，就以防万一啦。对，那其实有一些人就是比较恶性的批评的来讲，都是把人给他吸尾料。对，你爱看怪嫌，是在嫌啥？卖看，对，卖看啊。请问十四的口条为什么那么清晰？其实也不是说特别清晰啦，我只是比较专注在说话的时候放慢，让人家听得懂我讲什么。不然我讲的再多你们听不懂，讲的再快讲的再多你们听不懂，意义不大嘛，对不对？跟职业什么没有太大的关系。请问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可以去鬼屋这种地方都不害怕？是不是有到泰国做过什么特殊仪式？特殊仪式哦，你如果说要仪式啦、法事啦、带护身符啦、法力纹身，我们应该这些年该碰的都碰过了吧？啊、对，对。那如果真的是要讲说怕不怕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人心态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不是纯粹就是他们去碰鬼、去享受那种刺激感的，我们去是要去记录，我们是要去拍东西的。往往我们到那边，我们的心态不是说怕或不怕，我们把它当朋友。当朋友你怎么会怕嘞？对不对？你把它当朋友，你一定不会怕、啊。你在心态的立场不同的状况下，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对啊，对不对？对对对。你就预设立场，就是说鬼一定是看到人就吃啊，或者说一定会害你的话，
你去到哪里，哪里没鬼？那你抱整尊的佛像去，你还是会害怕、啊。你背在后面是不是，对对对，你还是跑得跟飞一样、啊。画面了、啊，嗯。204团队会不会去更多不同的地方探灵？例如，灵异饭店啊、嗯，或者是一些不是废墟的地方。必须的。这么多次的探险，真的没有被跟或者是打扰过吗？目前没有。被跟，我是怀疑我被跟了、啊。你说一直叫马哥是吗？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干嘛。嗯，我有点莫名其妙。如果客观的讲的话，目前没有答案呐、啊。没有答案，对不对？你要等你哪天出事的时候才知道啊。你是靠。想知道每次挑战阿飘脾气的极限，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要好好回答一下。很多人可能刚接触我们频道，或者是没有完整的去观赏完我们记录的结果的朋友，都认为说我们只是哗众取宠，对不对？认为说，哎，我们就是好像要去凸显我们个人的胆识啊，或者就是为了流量，太浅了。你要知道，真的要知道说我们今天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简单再讲一次好了，就是因为常常我们所接收到的观念就是，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是高不可攀、不容侵犯的。那我们今天要去拍摄的记录，为了我们希望能拍到成果，能记录到什么东西，所以尝试着以跟常规不同的方式、跟接触方法去做拍摄嘛，嗯，对不对？那科学这种东西，不就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吗？嗯，对，你只要是有可能得到结果，任何方式都要去尝试嘛，对不对？所以眼前像这种接触了跟问话的方式，也不是我们唯一的方式。嗯、哪天你有可能看到我们，哎、欸，拍谁哦，掉掉哦，有可能啊，是不是这样子？嗯、说到为了流量去做这种事的哦，来干你娘，你别绝对要共结。嗯，来，刚刚你们有注意听的话，我是不是说我摔伤？嗯。我现在胸前全部都是钉钢钉的，不是钢钉，是钛金属、哦，比较高级一点。对，那要讲清楚。那你记不记得我出院第三天我们干了什么好事？我、你跟豪哥，嗯，我们是不是就跑到坟墓去拍了？连线都还没拆，我们就去拍了。嗯、走路还掰卡、啊，还把好了靠背、啊。走路还掰卡。重点是什么？嗯、重点不是要跟你们讲说我们这样很了不起哦。嗯、重点是干我那时候订阅不到500。我们为了流量，林北有输呀呢？纯粹就是兴趣跟热情。对，就是疯狂。然后拍完，林北回去还去马上去挂急诊，因为太痛了。对，对不对？你记不记得那一次？说我们为了流量，为了流量不会这样搞啊。如果说为了流量啊，我们今天在204档案拍摄跟记录上面花了装备，可以去搞更多哗众取宠的东西。请问你们的仪器针对灵体有不错的反应？那有没有试过要拍神明？这个问题也很多朋友在问，我必须要这样讲，因为以现在我们现有的仪器，不管是视觉上或是听觉上，它这些探测设备来讲的话，它们的前提跟基础都是设定在去探测灵体的方向，对吧？那你今天为什么叫灵魂盒子？顾名思义嘛，它就是想要去搭起我们跟这个灵界朋友的沟通的桥梁。你如果说拿着灵魂盒子去问神明，那是不是等于是你把神明、神佛这个部分跟灵体、鬼魂，等于是把它列入同一个维度了？如果在探险的时候真的遇到团员被附身的情况，嗯，有准备应对的措施吗？没有，从来不会去做这样的假设，就一路跟拍到底。对啊，就拍到底、啊，看他到底要干嘛。如果我看了你不会被附身，我一定是摄影机抢过来先拍再讲、啊。对，先拍啊。小马上过专业课摄影课程吗？我没有，都自学的，都自学的。嗯，看 YouTube 自学的。想知道马哥被灵界朋友仰慕有什么感想？可以不要吗？啊、可以不要？可以不要吗？你说被仰慕的话，你可以弄一点关系啊，看他是不是容易跟我们拍。欸，哪天我挂的时候，是不是左拥右抱的？哇，那有可能。我操！哇塞！请问 EVP 真的都是他们在回答吗？还是巧合？都有可能。两者皆是。嗯，有可能是巧合，也有可能是灵界朋友回答的。嗯，没错。听到这个答案，一定会有人讲了会不会？对。嗯。那说实在，我们也都还在探索的阶段嘛，所以你曾几何时看到我们团队说这绝对是
好兄弟的回答，没有嘛？你要做记录，你必须要秉持一个态度，就是客观。嗯，对。对。可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啊，对，是不是？不排除。想知道204档案去探险的时候，是比较希望看到大庭在现场，还是鬼影现身呢？这个问题哦，你姑且不论说要我们辛苦的领域让人家看见还是怎么样，如果是针对这个问题啦，我宁可拍到鬼。也不要碰到大体，不是说怕臭怕脏，而是当你同样是拍到鬼而让人家知道，跟碰到大体让人家知道，我拍到鬼，我的研究有成果，可是你碰到大体，纯粹就是多一件惨剧啊，跟悲剧 啊, 啊，对不对？嗯、来，请问十四，你每次在做 EVP 的时候，嗯是不是都没有听到阿飘的回复？我他妈我就听觉障碍啊！我已经承认听觉障碍好几次了，这样还不行吗？每次我兄弟都要找马哥，他们是想被马哥骂吗？我有骂过他们吗？没有吧？没有。对啊，是招呼，亲切的招呼。对，我是关怀，好吗？对。有机会跟马来西亚的探灵王合作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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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一定要找时间朝圣一下。十四比我帅多了。为何临界都要找马哥，而不是找十四？他上面说，是不是马哥长得比十四帅？来，我这边我回答你。这个不是，我不要不要做任何回答，我卖关子。我回答你，我跟你讲，十四确实长得比我帅大概100倍。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鬼都要找我？我们讲求的是心灵上面的交流。放屁！他们是看我们的心理内涵、哦。这前面听起来好像是夸奖我， okay. 后面怎么又转到你那边去了？你们有打算开设会员频道吗？可以考虑，可是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会员频道要开的话，我希望是丢一些这个跟我们一般频道所呈现或者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好比说比较辣的，可能是一些禁忌性的话题啊，别人比较不敢触碰的一些话题跟讨论。对，其实我觉得可以在会员频道去做这样的呈现。那有可能我会放一些幕后花絮啊，嗯、又或者是十四在路边尿尿的影片啊。路边尿尿，我都有录哦，干放屁，你别让我录哦。请问你们团队有考虑单人出外景吗？单人出外景，当然今天如果说啊，这些设备跟仪器一个人可以搬运。然后一个人可以操作的话，当然是一个人去做记录最省事啊，对不对？嗯，就是因为一个人独立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才会有两个人嘛。探灵回家后，你们睡觉的时候有梦过奇奇怪怪的梦境吗？没有，我个人是没有，马哥不知道有没有。哦，我梦到我在睡觉都在听白噪音，这算职业伤害啊？算职业伤害，嗯、后遗症。十四的身高体重176。163，有试着躺用过的棺材吗？啊，他意思是说有没有去，我们有没有试着去躺过、使用过的棺材，装过死人的棺材？年轻的时候有啊，有睡过。嗯，可是你说在记录204开始做记录没有？没有，这不是我们不敢去做尝试，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的认知会觉得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的白目行为、啊。嗯，最想探险的地方，目前吗？嗯，五指命案。五指命案的五组下面联络我，是不是酸民才会被置顶？哦，这那个不是酸民，我把它置顶是让大家来玩，大家来找茬，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他质疑我们某一个片段有作假嘛，对不对？嗯嗯、那他想要号召大家的关注。然后一起来去证明说这个片段是不是有作假嘛？嗯，啊，马哥只是让他的这个留言跟呼吁能更多人看到嘛？大家来找茬、啊。对、啊，这个不是什么网络霸凌啊，哪有在霸凌他？也不是在霸凌他。他没有说霸凌，他说是酸民，所以才会被置顶、哦。他也不是酸民啊，他只是说他针对我们这影片的真假有质疑嘛？嗯，那你有质疑，其实这个东西就可受公平啊。啊那你我们只是让你更多人看到，那你去大家来验证。这到底是不是就诚如你讲的有作假吗？嗯，没毛病啊。在上一集6分10几秒观看线拉得高不高？那、啊、这要问马哥、啊。来，我回答你。嗯、他妈的是史上最高，史上最高、啊。对，然后70几%，比你开场还高。干，我够喊哎。那欢迎，
欢迎朋友过来质疑，多来质疑哦。只是虽然说话比较书生款，请问私底下是不是脾气不好？感觉内行，火眼金睛，觉得内行的。我这样讲了，就看人有准。就是、看马哥讲话好像比较直接，比较冲。其实私底下马哥的脾气比我好好很多。我承认我脾气不太好。这个厉害哦，这个是不是当警察相关职业的？以前跟你做幕前的马哥，为何转幕后拿鸡了？马哥没有做过幕前啊，讲的应该是豪哥吧？那是豪哥。是啊。好了，那问题差不多，几乎没还没问完。等一下。好，你要什么问题？对啊，你刚问，你有跳过一些不能说酸民吧，就是意见比较不一样的。好。对，我们今天既然要呈现的话，你要呈现完整嘛。好。对不对？好。不能只挑好回答的回答嘛，是吧？对不对？所以不好回答，你叫我回答就对了。对对对，没错。我为了要那个让你有那个临场感，跟那个被质问的那种感觉，你要帮我挑起我的情绪，是吧？对对对对，好吧。好，跟问 EVP 一样意思。好好啊，正面回答。请问你们频道为什么老是讲脏话？啊，不怕带坏小孩子吗？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好好回答一下。你就直接回答吧，我必须，我必须要用你的口吻去回答一下。你不要学我口吻。你现在就用脏话回答他、不行。我要，我们探险频道呢，是不是属于儿童可以观看的？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今天作为一个父母，让你的小孩子看了204档案这个频道，你是不是应该陪在他身边一起看？然后去跟他讲说，哎，实施这个白目这个动作不要做，去教导他什么才是真正危险的，对不对？然后为什么要讲脏话？不怕带坏小孩。你有空把台湾的抖音打开看一下，那个脏话可能你听到你会不会真的去跳楼自杀什么？对不对？现在社会那么开放了，很多家长都会陪小朋友看 A 片，去教导他正确的性知识。我有没有讲错？没有讲错吗？你不能看了 A 片之后，然后写去留言说，哎、你们只能做哦，但是不能叫，不能讲那些很下贱的言语哦。那你干嘛丢？你是不是就本末倒置了？还有类似的，为什么探险要说脏话那么没水准？哦，我个屁呀！好，那这好像在针对你的、啊。对，没关系，针对我来啊，来，那我问你，请问一下，你有赞助我们频道吗？有吗？没有吧？没有嘛。那我们的频道自始至终，你有出过一分力吗？有吗？没有吧？没有嘛，对不对？啊，你是在靠北下，我相信你可能连广告都直接跳过，一定跳过的、跳过你是在靠北下。那我问你在靠北什么吗？对不对？你说服我了，我说服，对，没错啊，因为出力的是我们嘛，对不对？啊，你，我们为了拍这个，先不要说我花多少钱了、我为了这个频道他妈摔成这样子，林北北但每集给我拍尾，拢没赛，是吧？哈、哈，拢没赛。好，还有、你们为什么要作假？你觉得我们作假就不要看。你们收到的根本就是卡车司机的对讲机啊！不要骗家怪感哦。你每次都哦完了没了，不是拍 A 片了？不是，来，我只讲一次哦。那台叫收音机。你家的收音机会收到对讲机的声音吗？我这样讲就好了。不能说是收音机，是类似，对，类似收音机的原理，但是收音机收不到，绝对收不到对讲机的声音，那个音谱是不一样的，频率是不一样的，麦克都要供对讲机，然后还有什么后置啊什么，我说真的啦，我们今天真的要靠后置这个东西哦、把一只鬼他妈弄整个画面鬼都可以，我为什么要去弄那么吵的白噪音？我不要弄白噪音不是更好吗？而且如果说真的是要做后置的话，我相信我们从头至尾的拍摄跟记录成果会更精彩，会比现在更精彩，精彩大概800倍，对不对？讲故事给你听都有可能嘛，对吧？对啊。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探索记录的过程中间，马哥为什么那么喜欢骂自杀的？这个我就要好好讲了、有智慧的观众，一定看得出来，多影片其实是有其他的意义存在的。对，例如自杀的，自杀基本上它就是不对的行为了，对，对不起他的父母，对不起爱他的人。那我为什么喜欢找那么自杀？最主要是想让他们有什么事情冷静一下，慢去阻塞。尤其是那种为感情自杀的，今天你为了感情自杀，你的另一半
顶多伤心内疚到头七而已。嗯，你的丧礼一结束，他马上去跟别人睡了。江山代有新人。对啊，那你自杀干嘛？一定会有人听到这边就会讲说：“干、嗯，你们讲的比较简单。”对，那我们只是尽我们的能力，就毕竟我们还是频道，还是有人在观看嘛。能呼吁就多呼吁，能救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嘛。对啊，你今天为什么会自杀？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到了低谷了嘛。但是你转个念想，啊，都已经最低了，你有差了吗？最差也是这样子，最差就这样子。而且你为什么要自杀？如果连死都不畏惧的话，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办法面对？对你还有什么可以怕的？对。来，最后结束前做个 ending 好了。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坟场嘛，那你要不要问一下临界朋友，对我们有什么疑问的？各位临界的朋友们，我们204档案即将要破10万订阅了，谢谢你们长久以来一直的支持。那在要破10万订阅这个前期，一直支持我们的这些朋友，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吗？那临界的朋友对我们204档案未来的发展跟走向有没有什么建议的呢？